今天接着讲安忍品，念忍的功德。总说越众令佛喜，能成自利益，能除世间苦，故应常安忍。安忍一愿害，愉悦众生，能使如来欢喜，而且如此不但能够承办自身的利益，还可以广泛的消除世间的痛苦。那么呢，从究竟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心就是如来，忍受怨害，我们的心没有痛苦，众生快乐，诸佛当然是安乐，这是诸佛的愿力，承办自身和一切众生的究竟的解脱和暂时的安乐。那么这样修习安忍呢，是众生趋向解脱，趋向圆满。譬如大王臣虽伤众多人，谋身虑远者，力堪不报复。譬如国王手下的大臣虽然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但识时务的俊杰依然安忍不嗔，纵然有能力也不会前往报复。因敌力非单，王室即彼缘，故敌力虽弱，不应轻忽彼。因为他们知道仇敌不只是一个人而已，国王的势力就是他们的后援和靠山。同样伤害我们的仇人，纵然势单力薄，但是我也不可以轻敌报复。悲佛与狱卒无敌众依护，故如民事君普令有情喜。因为慈爱众生的佛陀和惩治罪业的狱卒都是我仇敌的救援和靠山，所以我们应该像俗名侍奉君王一般的恒常随顺，使一切友情皆大欢喜。一切友情哈，他们都有靠山，诸佛菩萨们呢在护佑他们，那还有狱卒啊。过去生中嫉恶如仇的那些人就变成狱卒了啊，那专门惩罚那些做坏事的人，嗔恨心重的人啊，他们嫉恶如仇。你说狱卒他也不是说假的，就像警察一样是吧，有很多的警察呀，还有替天行道的那些人是吧，他们都是讲义气，除暴安良是吧。这个人间也有这样的人，地狱里呢也有这样的狱卒，狱卒们呢也对这些坏人，他们就喜欢惩罚他们。这恒常随顺是一切众生皆大欢喜啊，这是我们的本分。暴君众生嗔，不能令堕狱，然犯诸有情，定遭地狱害。再者，一切凶恶的暴君无论如何生气，也不能使人堕入地狱受苦，但是嗔怒有情众生，
啊，会引来各种地狱的祸害啊。所以说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啊，他都没有办法把你打入地狱。但是呢，你自己的嗔怒啊，你自己的嗔怒啊，会让你下地狱。如是王虽喜，不能令成佛，然越诸众生，终成无上觉。同样，一个有权势的国王再怎么高兴，也不能赐给我们成佛的安乐，但是喜悦有情众生啊，不光是喜悦了啊，还要让众生去向真实的解脱，究竟的安乐，这样的话呢，最后一定可以圆满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最后是解释啊，功德的种类。云何忧不见？取悦有情果，来生成正觉，今世享荣耀。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还看不出喜悦有情能产生这么广大的果报呢？喜悦有情不但能在未来成就佛果，今生还可以享有荣耀、美誉和快乐。那就是喜悦众生啊，这样的果报，这是因果不虚。那有智慧的人呢，就知道啊，我们不光是要让自己啊快乐，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喜悦众生。那众生安乐呢，你就会安乐。众生解脱呢，你也会解脱。众生成佛呢，我们也能成佛。要有这样的心态啊，这就是修习安忍的这个理论基础。生生修忍德，貌美无病障，玉雅命久长，乐等转轮王。即使在轮回的期间修习安忍呢，也能使得我们呢得到庄严的容貌、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名声，甚至获得长寿和转轮圣王的无穷快乐啊，修习安忍呢，会得到这些果报。心量广大啊，包容一切过错，宽恕众生的一切罪孽啊，宽恕众生的一切暴行，宽恕众生的一切罪恶啊。尽量的去引导众生去向善啊，引导众生去向安乐，教化他们去向解脱，这样呢，我们自己呢也是得到安乐啊，附带的呢自然相貌也庄严，身体健康啊，名声美好，然后长寿啊，甚至会做到转轮圣王啊，福报大了就会做转轮圣王了。转轮圣王比这个一般的帝王还要好啊，福报就是非常大。第七品，精进。这个呢要好好的学啊，好的要学习什么叫精进。这个精进呢，理解错误呢就会蛮干，不光是蛮干啊，还非常执着。人以须精进，精进正菩提，无风灯不动，无情福不生。修习安忍以后呢，应该开始精进了。唯有努力的精进，才能够速证无上菩提。就像没有风大，万物不会动摇一样，缺乏精进的推动，福德智慧也很难产生。掌握了精进的窍诀呢，我们修行呢就很快。尽己勇于善，精进
就是一种热衷于修习善法的心理状态啊。那这个不是仅止于善啊，就热衷于修习这个戒定慧啊，修习禅定，修习智慧，是吧？持守戒律，这个都要需要精进啊。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打湿了这个正念，堕在这个妄念当中，很久很久都出不来啊。这就是修行根基差的人就会这样，很长时间没有觉悟，觉悟不过来啊。就是道理虽然懂了，但是呢，怎么也提不起正念来，这是业障深重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勇猛的听课，是吧？就是断除一切外缘，出家人就是这样哈，几乎用所有的时间来听闻正法，让你没有时间去串习那些恶业，是吧？没有时间串习你的原来的那些贪嗔痴疑慢啊，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串习这个戒定慧，那不就很快了吗？是吧？你逼着自己啊，逼着自己，虽然有一段时间会很苦，就像戒毒一样啊，刚开始就是觉得很苦，但是慢慢的你就感到清安了啊，感到轻松愉悦了啊，你尝到这个修行的甜头以后啊，啊，你就会越来越自在，开了智慧以后，你就发现真的是安乐无比啊。如何精进？断除精进的障碍，先去除障碍啊。精进有障碍，外在的障碍，内在的障碍。下说其为品，懈怠单略事，自轻而退却。精进的障碍，第一个是贪图安乐，爱着凡俗鄙劣的事物啊，看清自己畏怯啊，不敢修习善法，看清自己啊，就是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很差，然后呢也不敢修行。那么如何断除这个懒惰懈怠呢？首先是观察懒惰之因。贪图懒乐位，习卧嗜睡眠，不厌轮回苦，平生强懈怠。如果一个人老是贪图懒洋洋的舒适的感受，喜欢躺卧床席，爱好睡觉，而且丝毫不厌倦轮回的痛苦，那么就会经常产生强而有力的懈怠啊。那精进的人呢，都晚上都尽量的都很少躺下了啊，就是实在累了躺个两三个小时就起来了啊。精进啊，至少我们现在说要求你们四点多是要起来的啊，晚上也不能太早睡，是吧？那九点钟就睡啊，那也不行，要打坐。其实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其实没有那么多心理压力，按道理不会那么辛苦，是吧？世间人多辛苦啊，是吧？世间人很辛苦的呀，他整天要为了生计，是吧？为了名利要跟人家竞争，还要防别人来害他，单位上是吧，领导会给他小鞋穿，你要是稍微软弱一点就有人欺负你啊，然后工作能力不够强呢，又有别人小瞧你，打压你，是吧？甚至开除你。世间非常的辛苦的呀，在世间的压力很大的很大的啊，还有妻儿老小，工作压力，所以很多男人的末法，现在男人很多都承受不住了，就自杀了，是吧？要不就是什么精神病了，要不就啊。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三四十岁一个男人，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呢自己离家出走啊，大男人，一个大男人离家出走。家里留着老妈，老爸可能死了啊，老婆本来是个家庭妇女，后来没办法了，只要出去扫地，到工地去干活，为了养活三个孩子，他自己一个人离家出走了。这样的男人，那个照片还有，然后他的女儿在那个视频上说，哎呀，把老爸回来吧，在那里喊，他老婆也在那里视频上喊。
啊，找老公啊，还有找爸爸、找儿子，三个人一起找。所以说轮回很苦啊，这个世间的男人承受不住了，他就离家出走。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就自杀了，有些呢就是吧，精神不正常了，还有一些呢就得了癌症了，得了什么糖尿病了。这糖尿病都是压力压出来的呀。压着压着就把那个糖压出来了，从尿道里压出来就变成糖尿病了。你以为你们真的啊，糖尿病就是这么产生的呀，没有压力哪来的糖尿病，糖尿病就糖压到尿里去了啊。压力太大是吧，世界人压力太大了，糖尿病特别多现在啊。有些人就是心脏病是吧，要不就是癌症，癌症也是这样的。有些人有压力呢，他就是慢慢的转换成郁闷啊，或者容易生气，然后加上爱吃肉。基本上都是癌症，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爱吃肉的，爱杀生爱吃肉，还有一个就是心情不好。基本上100%，我的来一个癌症我就跟你说，就这两个原因，没有这两个原因基本上不会得癌症啊。有一个可能会好一点，只要这两个因素齐全，基本上5年到10年癌症就出来了，肯定癌症啊。有些人呢他可能没有那么烦恼，但是他就压力很大，一直是就这样顶着，就变成糖尿病了。末法时代还有什么样的病都有，就是压力太大啊。世间人很苦的，你看我们修行人多轻松啊是吧，每天就是转烦恼啊。像现在你们的福报的靠佛吃饭是吧，师父也不给你什么压力，师父要多给点压力，你们都很多人都被压跑了，肯定的就跑掉了啊。稍微严厉一点都不行，就跑了啊。就觉得师父心量不大是吧，此处不留爷爷自有留爷住啊，就走了，就这样。他还会起一个念头，就觉得师父心量太小了是吧，这么小气，他会这样起烦恼。他不觉得师父可能是在帮他，严厉对待他，严格要求他，他不这么想。懈怠嘛，现在没办法，刚来的也只能是这样慢慢来了，是吧？精进要靠自己的，拿着鞭子在后面那个没用的，那个骂的没用的，精进是自己想精进的时候，那才是真精进。如何断除这个懈怠懒惰？思维实苦，云何忧不知，身陷祸亡者，必入生死狱，终至死神口。为什么到今天我还不能醒悟呢？被烦恼俱往所缠缚的人，一定会被迫进入六道轮回的牢狱之中，最后再被送进死神的口里。有生必有死，如其不见乎？然乐睡眠者，如牛见屠夫。死神像这样不断地夺走人类的生命，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吗？但是那些贪睡的人们竟然视若无睹啊，就像水牛看见同类被屠夫牵去宰杀一样。通道变风移，死神正凝望，此时汝何能贪食复单眠？例如所有的通道都已经完全被封死了，而死神正在物色下一批死者。死神呢，每天都在物色下一批死者。每天地球上都要有300,000人死亡，不是3000，也不是30,000，是300,000。每天地球上有300,000人被死神接走。我们一般来说阎王哈，阎王不知道是不是管地球，还是只管中国。要管地球的话，我怕他忙不过来了。这样时你怎么能够安心的享受美食呢？同样的，你又怎么能够安心的贪图睡眠呢？死亡速临故，
及时应集资，届时方断然，迟疑有何用？死亡很快就会来临，那个所以应该尽早的利用时间来积累资粮啊，积累这个福德资粮还有智慧资粮。如果死到临头才开始断除懒惰的练习，那个时候太晚了，再努力也没有用了，临时抱佛脚了，那个时候叫临死抱佛脚，不是临时了啊。啊，你抱得到吗？抱不到呀，那临时抱佛脚啊。伪造或始作，或为半成时，死神突然至，呜呼，无命休。往往在一件事情尚未开始，或者刚刚才动手，或者完成一半的时候，死神就会不期而然的降临。那你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很多时候死神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呀，都以为很安全很好啊，突然一下死神就来了。有些人就是几秒钟甚至一秒钟都没来得及反应，头就掉了或者头都扁了。那时你只能感叹呢你还没有来得及感叹呢，还没说还没我完了，这个还没我拉还没说完了就死了。很多就是这样就刚说我就没命了。因忧眼红肿，面颊泪双垂，亲友已绝望，无见阎魔时。因为忧伤难过，亲友的双眼哭得又红又肿，泪水不断地从双颊滚落下来。到了这个时候，亲友们又都已经绝望了，而我却注定要看阎魔使者恐惧的脸孔。为什么阎魔使者呀？因为我们生前造很多业呀，对吧？如果你不造什么业的，生前都行善积德，多做好事的话，也当然阎王爷可能就不来接你了，天使来接你啊，那个天使啊，你会看到光明啊，听到天乐。大部分人还是阎王爷来接他啊，现在有几个不是阎王爷来接的呢？当然有些人到了阎王爷那里，阎王爷看了看这个人还行就给他打发到人间继续投胎啊，差一点的就到下面去了，就三恶道了啊。转世能够做人的人呢，很多还要见一下阎王爷被阎王爷打几板子消消罪，然后再来转世。以罪怀忧苦，闻声俱堕狱，狂乱会复身，届时复何如。临死前因为回忆起宿罪而令人痛苦不堪，因为听到地狱中恐怖的声音而害怕不已，甚至于因为发狂而把秽物猛往身上覆盖，这时你又能怎么办呢？就视为这个死亡的痛苦啊！死亡来临的时候呢，很多罪业深重的人就会糊涂了就颠倒疯狂什么样的都有。视为后世的苦。死时所怀惧，犹如待宰鱼，何况昔罪饮，难忍地狱苦。如果今生临死的时候所怀有的恐惧，就像砧板上挣扎待杀的活鱼，那么过去造罪将引来的地狱之苦，其难忍的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今生还有过去造业到了死后的那个苦是更加的难忍死的时候有苦，很苦，那死后更苦，很多人不知道
知道了不敢做坏事啊。所以这个因果轮回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呢、啊、要是真正的看到了是吧这个果报了，有谁还敢做坏事，吓都吓的是吧，就不敢了。如因触肺水，灼伤即刺痛，以造欲业者，云何复逍遥？好比被滚烫的腹水烫着的时候，啊，细皮嫩肉的婴儿一定啊会疼痛不堪。那么已经造下火烧地狱之罪的我，为何还敢如此的逍遥度日呢？不勤而既得，娇弱贫怨苦，必死忧似仙，定受众苦煎。有一种人不肯勤学，却寄望获得安乐和成就。另有一些人呢，性格娇弱，老是抱怨命苦运乖。还有些人呢，明知老死将至，仍然悠悠乎乎。这些人总有一天会饱受痛苦的折磨呀。饱受哈，要受饱了，很多人都要受饱了痛苦才知道悔改啊。劝莫放逸，以此人身法，能渡大苦海。此法复难得，愚者勿贪眠。那依靠这宝贵的人生，那周法能帮助我们度过生死的大苦海。这珍贵的人生宝法，来生很难再度得到。所以愚笨的人呢、啊，不要再贪睡了。不要再贪玩了，不要再贪吃了，还要好好的利用这个啊宝贵的人生啊，来多去恶业，多行善事啊，多来修行，把自己的恶心去掉啊，把善心修出来，下辈子呢还能够接着修，这样的话这个人生就是非常有意义了。这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不修行呢，就白来一遭啊！不光是白来一遭，还要造很多业，下辈子还要受苦。所以说呢，有智慧的人呢，都不会让这个生命空过啊！生命空过太可惜了啊！就是把这个生命拿来造业、造恶业，特别是那就可惜啊！就像那个罪犯一样，是吧？很多世间人是不敢去杀去偷啊，他以为只要不犯世间的法律我就没罪，是吧？他不知道这个贪嗔痴一慢都是罪呀、我们心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罪业，是没爆发出来啊。人呢在遇到这个对劲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就会什么都可能干，杀人偷盗。有些人恶到一定的时候就什么都干了，就开始偷了抢了都有了，是吧？为什么有些人就不会福报好的人他也不会挨饿。你福报没有的原因呢，还是自己不知道布施啊，不知道行善呢、所以说你没有福报挨饿啊。挨饿也是自己造成的呀。然后造成了这个挨饿的因缘呢，以后又要去做坏事，去偷甚至抢在偷抢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又开始杀人。那天我们看了一个视频就在那个柜员局上，晚上有个人拿了个枪，戴了个帽子就去抢钱。那个男的拿了个手枪，他就说你取2000块钱给我用用。那个女的很蠢她说我老公就是警察那个说那个人就不搭理她，说你拿钱给我用，拿2000。那个人说他说我不怕死，你打死我吧那个男的被他一击真的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一枪就打的那个脑袋崩一下就倒下去。那个视频我们都看了。这个死神来的时候一秒钟都没有，那个女的刚说完话，那个男的对着她的脑门子就一枪。那个女的那个被那个枪打过去，那个后面那个头发都飘起来了，就打穿了，就是啊，倒在那个桂圆居的那个角落里。你看这个人呢，其实为了2000块钱，是吧？你看，为了抢2000块钱，那个女的也是傻，为了2000块钱，一条命没了，是吧？你拿2000块钱给她就不行了呗。那个人呢，他还去激人家，说我不怕死，你打死我，他说这个话他都说。那个男的真的一枪就把他打了，是吧？你看看不值吧。要换一个人就不会这样子，换一个人说哎呀，是吧，那我拿点给你呗，是吧，拿点给他就拿点给他呗，2000块钱也不是很多，是吧。其实这个人心善一点他就不会那样子。这也是他自己的果报啊，太小气啊，死到临头2000块钱就不愿意拿出去，还去激那个罪犯。那个罪犯其实也很不愿意杀人了，你以为愿意，他愿意杀人，是不是啊？他是很不想杀人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被你激一下，他一生气，把你杀了。所以说这个人生呢，这个死神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断除这个单浊比劣的懈怠啊。气舍胜法喜，无边欢乐音，何故汝烦喜，散掉等苦因。愚笨的家伙，你为何要舍弃最殊胜的喜好喜好正法，是今世和后世无边快乐的主因，为何反而喜欢散乱和钓具来等坏习气呢？他们都是今生和后世无尽痛苦的导因啊！我们放逸散乱了，然后慢慢的就会损耗自己的福德，因为世间人就是贪图享乐，就是放逸嘛，散乱嘛，严重的叫放纵了，是吧？轻一点的叫放逸了，放逸啊，然后吃喝玩乐了啊，导致后世的痛苦的这个因他不知道，所以他不懂因果的人呢，他觉得他没什么，是吧？生命很宝贵啊，要拿来修行，你不拿来修行啊，你后世就会越来越差。会修行的人呢，就一世比一世好，是吧？一世比一世进步，一世比一世的福报更大，一世比一世的智慧更高。不修行的人呢，就一世比一世差，是吧？这辈子还有点福报吧，下辈子又更穷啊！下辈子呢，就是又穷又丑啊，然后呢，甚至更严重的就是残疾啊，然后就脑瘫，什么都有，越来越差的。哎，那修行的人呢，他一世比一世好啊，然后慢慢的上上升进啊，最后呢可以成就佛道，这多好呢，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发愿啊，天天都要发愿，生生世世都不离善知识，要养成这种修习善法的习惯啊，这个习惯养成了就好啊，这个习气可以带到下一世去的呀，啊。断除未善之懈怠，勿切急之良，习定令自主，自他平等观，勤修自他患。我们应该毫不畏怯的辛勤的积聚福慧两种资粮，认真的修习禅定，使身心平衡自在啊，心里没有那么多执着，心里呢就是很平稳啊，安详自在，不执着，视为自他本来平等，努力的修习施舍自己的安乐啊，剔除其他有情的痛苦。
勤修自他相换法啊，这勤修自他相换，那么我们做事呢就会让人生欢喜。你们自己呢要多修请他，修自他相换。修自他相换的人呢善解人意，这是最起码的素质，是吧？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善解人意啊，老是跟别人发生误会，就说明你这个人呢非常自我啊，不会去照顾别人的情绪啊，照顾别人的各方面的。勤修自他相换的人呢就会这样，多替别人着想啊，多替别人着想啊，自己也很安乐，是吧？但是不要太执着啊，替别人着想不是勤职哈啊，但是勤职呢就变成了一种执着了啊，还是一种我执了，那是一种占有，那变成了一种痛苦。这个就是愚痴了哈，这个需要智慧来转化。不因自退却，为我不能觉，如来实语者，说此真实言。我们不应该画地自限，为说退却，老是怀疑我怎么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呢？因为如来口无虚言啊，如来从来不打诳语啊，不妄语，不诳语的。他在《妙壁勤问经》中记载啊，说过这样的真实语：所有文盲风，如是诸重区，若发精进力，贤正无上觉。所有的蚊虫、盲蝇、蜜蜂乃至各种昆虫、蠢动寒灵、蛆虫，如果他们发起精进之力，未来同样可以现证难得的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具有成佛的可塑性，因为一切众生都有灵性，是吧？只要能动的东西它都有灵性，按照外道说就是他们都有灵魂，因为他们会动啊，他们有心识，他们知道痛啊，他们也有情执啊。那天我看那个视频，那个黑天鹅啊，在那里吃东西，他还把那个草里的东西哈咬出来，然后喂那个鲤鱼，那个鲤鱼就在那个黑天鹅的边上啊，那个鱼也不怕鹅，本来那个鹅都是吃鱼的，是吧？你看动物也很有意思啊。那个天鹅喂鲤鱼，喂得很好，它咬出来以后，然后到了水里面把它吐出来，那个鱼就在那里吃啊。你看众生有灵性哈，众生他们也会流眼泪啊。那个牛啊，你要杀它，它会流眼泪，会跪下来求你啊，说明动物它都有母性。鸡啊，本来是很怕蛇的，像我们看的一个动物，那个蛇也不小哈，但是它为了保护小鸡啊，那个母鸡啊，那是啊无所畏惧了，就跑上去跟那个蛇打斗起来了啊，斗了很久，那边上的很多围观的人还，那个鸡真的很勇敢啊。那蛇还怕被它咬的都跑走了都啊，那鸡很厉害，这是一个母鸡而已。为什么呀？这是为了它有母性啊，它为了保护这个小鸡啊，它就非常的勇敢，不怕死啊。要平常的话，那个蛇来了，保证的鸡都吓得就是啊惊叫了，咯咯的叫的就跑了啊。这个鸡受了惊吓的时候它还是叫咯咯。众生都是有灵性啊，我们看了无数的这样的视频了哈，就是动物啊它都有灵性的，很多动物它都有人性，都有，它都听得懂你的话。这个驴和马不一样啊，那个马就通人性，你跟它讲话它听得懂，跟人配合的很好，那个驴就不行，那驴就比较笨，所以说我们说马你这个蠢驴，是吧？蠢驴是从这里来的。驴呢长得跟马也有点像，但是它
就是蠢啊，那笨，他就为什么说他笨呢？因为人用驴啊来帮他办事的时候，那个驴啊就是配合的不好，他不通人性啊，就差一点，不是完全不通，他没有马那么聪明，马非常聪明啊。啊，他听得懂，他知道你想什么。马都有他心通啊，啊，马有他心通啊，这个你们知道吗？你说英语也好，你说汉语也好，他也听不懂，但是他知道你的意思啊，甚至你都不用说啊，他都知道你的意思。聪明的马有这么聪明啊？听说聪明的马有8岁的儿童的智商。所以说这个他们的智商也不低啊，啊，有些动物呢，还有更高的灵通的都有，啊，所以说我们呢，为什么说佛陀说我们不要去杀生啊？那有些动物啊，它也修炼啊，那修炼到一定的时候就成精了，是吧？你们都听说过，什么狐狸精那都听过了，啊，狐狸精，那狐狸修到成精了，它可以变成人。雄性的狐狸精呢修得更好啊，它可以听佛法嘞。我们原来听我们的师父讲啊，那个他讲法的时候，那个狐狸都变成人，那坐在后面听法啊。有天狐还有地狐啊，天狐都修得好的啊。当然还有什么耗子精啊，耗子也能成精呢。修有些动物它修成精了，它有禅定，就他们修行的定力到一定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人形，这个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当然它要修这个啊千年了，是吧？你们都听过白蛇传，白蛇传就是蛇精啊，蛇成精了啊，变成人了，这个都是有的呀。这个是我们好像是传说，其实不是啊，这是我们都啊都有些人都见到过的啊，成精了。他们不会修智慧，但是他们会修定力，禅定到一定的时候，他真的会变成人形。所以说我们不要杀生啊，就是因为动物呢它是有灵性的，他们虽然福报差一点啊，但是呢特别是你要杀到那个有灵性的动物，那你就倒霉了啊！到时候你就会受恶报啊！你死得快得很啊！很多人都是吃那个动物啊，吃的是有些人正好吃到那个成精的动物，完了出去就出车祸，马上就让你死啊！但那个有些动物它是很灵的，但一般的动物它啊没有什么福报了，你吃了就吃了就啊。就是也会损你的福报，但是呢会好一些。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连这个动物都可以成佛，我们怎么不能成佛呢？下面讲发奋努力。况我生为人，明辨利于害，行持若不废，何故不正觉？何况我生而为人，种性尊贵啊，又能够明辨是非善恶，利害得失。所以只要我在菩提道上精进不懈，哪有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道理呢？肯定能的啊。是为这个行苦轻微。若言我不畏虚舍手足等，是昧轻于众，愚者徒自慰。如果说成佛必须施舍手脚等肢体，这是我最害怕的，所以我不愿意成佛。那是由于你愚蠢，不知利害轻重，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和恐惧。无量俱直劫，千帆受割劫，次稍复分解，今犹未正觉。你想想看，打从无量千万劫以来，我们无数次堕入地狱，被割劫，
被刀刺，被火烧，被分解肢体等等，饱受了种种的痛苦，却未因此而得解脱。吾今修菩提，此苦有限期，如为除缚饥，暂受了歌苦。如今我们为了现证无上菩提，修习佛法，这种痛苦是短暂而有限的，就像病人为了除腹腔的肿瘤而暂时忍受开刀的痛苦一样。你病了吗？你肚子里长东西了，给你开一刀是吧？你不忍受这个开刀的痛苦，你怎么会好呢？一皆以小苦了治，令病除，为灭众苦故，当忍修行苦。医师治病通常都选用比较缓和的疗法，以此医疗的小苦来去除疾病的大苦。同样，为了消尽轮回无量的痛苦，现在暂时忍受一点修行的小苦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有坏习气嘛，我们贪图安逸嘛。其实当你真的喜欢修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苦的你打坐越坐越舒服听法越闻越欢喜是吧，欢喜充满，怎么会苦呢世间人才越来越苦我们把这个法学明白了，那多欢喜啊是吧，开智慧了嘛是吧，不管怎么样至少是听懂了，文慧开了是吧，那也是开智慧，增长智慧谁不欢喜呢？是渐修而不难。凡常此疗法，医王不轻用，巧施缓妙方，了治重科级然而呢，即使是这样，这种稳当的一种疗法，慢慢的这个保守疗法，医王佛陀也不用来医治众生的心病，他会更加巧妙的使用更加缓和的法药使人不知不觉的就疗出了烦恼的重病这个烦恼是重病佛陀呢用大智慧也善巧引导我们去除这个烦恼的心病。佛初意先行，蔡叔等布施，习此微施矣，见能施己肉。佛陀也教导人在刚开始修行布施的时候，首先会施蔬菜等微不足道的食物，等习惯了这种微小的布施以后，渐渐的就能够学习布施自己身上的皮肉器官。那很难是吧？那众生需要了，当然，先布施这个小的东西，慢慢的布施大的东西，最后连房子、车子什么都可以是吧？然后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布施给众生。身体嘛，这不也是暂时用用的？那对佛菩萨来说，他这个一转世就可以换一个。是吧，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可以换的，有什么舍不得的呢？一旦觉自身卑微如菜蔬，尔时舍身肉与彼有何难。一旦菩萨证入空性，对自己的身体生起了像菜叶一般无足轻重的感觉身体像一件衣服，可能比喻的更恰当一点。那个时候再做身肉眼耳等施舍，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困难呢那么时候他修习禅定，那个也不会那么痛苦。思维菩萨无苦为乐，身心受苦害，邪见最为因，恶断则无苦，智巧故无忧。一般的凡夫由于虚妄分别身心是我，
因而执着我而造罪，所以难免生苦而心忧。地上的菩萨呢，登地以上的菩萨呢，净除了罪恶，所以身安啊，身体安详，因为他禅定功夫很深，他也不会痛啊。他入定的时候，那你就把他的手剁下来，他也不会痛的。因为以善达无我，所以坦荡而无忧，坦荡无忧啊，无我了嘛。福德隐身世，智巧令心安，为众处生死，菩萨起彼焰。再者呢，广大的福德使菩萨身体健康舒适，善巧的智慧更使菩萨心旷神怡，为了利益众生而驻留生死，随缘度化。大智大悲的菩萨怎么会厌弃苦难的时间呢？菩萨呢不像这个小乘的这个声闻弟子小乘声闻弟子非常的厌恶这个时间恨不得赶快入涅槃。那大智大悲的菩萨就不会他呢不入生死也不出轮回，他就很自在的随缘度化众生。以此菩提心，能尽宿恶业，能聚福德海，故胜诸生闻。地上的菩萨登地的菩萨，凭着这种圣意菩提心的道力，就能够尽除从前的罪业尽除从前的罪业，也能汇成如大海一般深广的福德。所以大乘经说，菩萨乘胜过声闻乘。故应除疲厌，欲驾觉心居，从乐去圣乐，智者宁退缺。因此呢，应该设法这个消除菩提道上的倦怠感倦怠是因为我们的真的是慈悲心不够慈悲心不够的人就会倦怠，因为他不愿意去勇猛精进的利他不愿意去勇猛精进的禅修禅修也是为更好的利众嘛。欣然其上菩提心的千里良驹，从安乐驶向更殊胜的无上安乐。有智慧的人怎么会退却而舍弃菩萨行呢有智慧的人呢不会退却退却呢是因为没有智慧这慈悲心也不够